你要摸对哈。哦，你的鼻孔好硬哦。OK。哦，这样好舒服的运动。等下我一整天都可以。你是 model， 而且你是那个西洋人的身材。我也是 MC 节目主持人。你说的是，他是节目主持人。可是你有什么还要加强？我看你都很好啊。有一个部分我不喜欢。不喜欢哪里？其实以前我很喜欢。现在我在我的国家，我很喜欢。是。就是一个部分叫屁股。屁股、臀部，你屁股怎么了？对，因为在我国家，大家都喜欢屁股比较翘、比较大，所以我在俄罗斯我的屁股算很小，小屁股，对。但是我来台湾，我觉得有点大。对嘛？你看，像我走在那个 LA 街头，瘦子，对不对？怎么在这里变太瘦了？你们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瘦？所以你跟前面四位美女比，你觉得你屁股太大了？我觉得。我们看一下，是不是？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班姐会喜欢哦。对啊。不会啊，班姐觉得怎么样？大呢？班姐怎么样？她的屁股的大小，我觉得是，如果要感觉是台湾人喜欢的，她整个脚都要稍微再紧一下。哦，我的脚，反而不是屁股的问题，对，是整只脚，不是屁股的问题，对，是你的腿啦。是她在如果在西方人来讲，变松，哦，要紧实，对，所以如果是她的话，她可能要练。比较激烈一点的一个运动哦，那真的吗？跟深蹲有点像，示范一下，示范啊，它这个叫 pistol squat， 嗯啊，它是单脚蹲，你一只脚放前面，你慢，我们手牵手好了，我们手牵手，好，慢慢下去，哦，这很硬，这很硬，单脚，啊，慢慢上来，而且是机器人啊。我拉你，我拉你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对，哦，换脚，我觉得够了，我觉得够了，这个才有办法整只脚变紧，我脚没有问题哦，因为我可以碰你的脚吗？一点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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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你在电视上问我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来练习，你看他的脚，没有，这个有，你看一点都没有，你摸我。你摸看看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你摸。你要摸对哈。哦，是，就是不一样。好像都不一样。你们两个多摸一下，你摸他的，摸我的。你这样招待什么意思？感觉一下那个不一样。哦，那当然。你是男生哦，男生女孩子都有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女生是可以练，怕他的脚变紧，他是脂肪跟肌肉的比例。他已经不健康。不，你是钢筋人。他不用下我重，好硬，你摸很硬，你摸对哦。哎，我硬，那女孩还好吗？女生有必要像练到你这样？因为他是外国人，他来台湾，喜欢台湾人的审美观，喜欢他的脚必须再紧，嗯，没有办法，不能紧到他那样，紧到那样太恐怖了，那你脚把人家头踢爆哎。对，但是在那我们先宣传一件事情，来。对啊，我今天带礼物来了，窥视安妮，窥视安妮，谢谢。这是一本关于梦想、关于爱的书，谢谢谢谢谢谢你。就是他从他一开始离开俄罗斯到日本，对，发展之后又来到台湾，他种种的心路历程。哦，其实在里面我教大家也有教怎么运动、吃什么、怎么配衣服，哦，怎么配衣服，对，也有很多，我觉得女孩子也会喜欢。生活工具书，对，对，很多人看这本书的时候，其实会跟增加自己的勇气，对，跟信心的。不要说好像很多事情还没做就已经自信心不足，那就不对。对，是是是。好，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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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臀部怎么办？臀部谁要教？臀部其实也是一样，方法很多，就像刚才讲的那些方式，其实都可以用到一个。然后我教这个，哎，我教你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臀部的运动，就是臀跟大腿，我们背靠背，我们背靠背在。哦，给你背靠背，我喜欢，我很喜欢打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是你的粉丝。OK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你把酒拖烫了。你很喜欢我，但是就一点点喜欢。很喜欢，很喜欢专正面。OK， 你往下蹲，重量身体重心给我，重心给我，好，靠着我，靠着他蹲，然后蹲下去，蹲下，往下蹲，蹲蹲。哦，你的屁股好硬哦。OK， 可以吗？他也只有屁股。我们重心在一起，上下上，
哦，这样好舒服的运动。身体靠着我，对，把重心给我，上下。这样我一整天都可以。OK。所以他的重没有情绪受到影响了。不是，一整天都可以。没有，结了婚的人不要这样子。你可以吗？这是真的是这样子做，这是一个臀部的运动，上下，但是身体背靠，好吧，这差不多跟一个。那一定要两个人喽，一定要两个人。他其实一个人的话，在墙壁上，如果你有一个球在后面，你有一个球在后面就可以。我们店里面是推广什么？就是你滑板靠上面，摆个滑板这样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最舒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嗯，这个还不见得每一个人可以蹲下来。来屈过来试一个人太 lonely。对，一个人太 lonely， 两个人，你们两个一起。对，好，来一样背靠着。好，脚先开，你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不会紧张。重心彼此靠在彼此的身上，好，往下蹲，蹲，脚再往前，脚再往前一点，脚往前，对，墙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哎，你怎么你脚往前走 ？OK， 好，起来，好，再下。我摸不到你的屁股。对，因为你要靠着他的身上，你要把身体靠到他身上。好，再起来。OK， 然后再下。你怎么了？我会一直往那边靠，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撑着我的身体才可以。其实，如果你有男朋友，只要每天一起运动，很开心。对，很棒，很好。当然，好不好？嗯。那个，要不要挑一个？挑什么东西啊？就找你了。可以了。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屁股大家都知道怎么练。是。我的最大的问题，我很会驼背。驼背，那就是胸了。对，这么练，我背肌喽，对，就是上大肌了。上，背部的话，就是也可以做另外一个，我觉得蛮有用的动作，是这样一举。怎么办？来，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先踩在这个弹簧板上面，然后要注意我们背部的一个挺直，臀要翘起来。躯干整个要绷紧，然后呢，我肩膀往后收紧，然后站起来，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换气一下，慢慢再下去，然后整个大腿，这线条很漂亮，这线条也很漂亮，这样胸部也会变比较大吗？我等一下运动，你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不会，我要回家。继续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来，对哦，这样，对啊，你。刚刚我们一起吗？安妮可能要侧面，大家才看得到你的背这样子的，挺胸。怎样？背要挺起来。对，弯下去。哎，很好，好，弯下去，下去。教练指导一下，膝盖可以稍微歪一点点，腰背抬头挺胸，好，先站直。康哥屁股翘一点，屁股后直。然后心高啊，都快顶起来了还翘，膝盖微弯。哎，康哥标准了，然后呢？身体下去。你怎么摸蛋呢？没有摸到，快翘屁股。对，没有对。哦，不容易啊，这样就对了。哎呦，好漂亮！教练，你不要逼我。当然需要动作再加强。教练，你不要加强，因为他这个硬举的动作，他很多人会分不清楚膝关节跟髋关节是怎么去使用。其实功夫有一个小，就是一个小动作是会把这个教会的。你要他用的力量是这个下背嘛？就是动这个下这个髋关节的地方，在功夫里面我们会脚打开，就是说是软身的时候，然后往前，再上来，然后往前的时候就这样吗？上来，请进。后来你这个肌肉会控制之后，要这么快吗？你再拉，它这里才有比较有办法使用。不要这么快吗？因为我挺慢慢开始，慢慢下去，吐气，慢慢下去。吸气，起来。如果他比较不稳的话，前面可以有个人帮他扶手。哦，好，这样子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大家要注意安你的心舒哈，谢谢。